是胡静云，这次非常高兴到东海大学做十周的住校艺术家，在这么美丽的一个校区里头可以度过这么美好的时光。每一个星期我都在东海大学的音乐系给大师课还有演奏家职涯攻略的讲座，那这个讲座呢是包含了音乐，包含了演奏家的生涯，以及一些21世纪钢琴家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希望在这段时间呢能够跟学生不断的学习，一起学习，一起切磋。另外10月31号有校庆的钢琴独奏会，那是在东海大学的音乐厅，我会演奏李斯特跟拉赫玛尼诺夫的独奏音乐会。10月28号在台中歌剧院，我会和东海大学音乐系的管弦乐团一起演奏2个协奏曲，其中有贝多芬第4钢琴协奏曲，还有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来东海参加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大家能够一起学习